们现在要召开第六届第二次的里监事会议。首先邀请我们的吴俊德理事长致辞。我们的詹副局长，詹副局长，詹副局长，我们陈青山董理事长，我们两位副理事长，常务监事，各位监事我们那个苏科长，那个局务员咱各中队长，各分局的承办人，大家下午好。好。今天大家来参加第六届第二次的里监事，咱这里是会议，就是让大家问候一下再来要向大家报告的是讲我因为进行职业失败了还在挂假牙啦，所以讲话嘛较无清楚。所以你若较无听无话，我讲啥物你若听无话就来讲一下。因为我常常咧问候迄人咧唔接我，我咧是讲机会咧，我问台，你若要讲话讲几波，咱若有当有装，我可要听我讲啥物啊。所以这点才特别在包含一下这个机会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这个我们吴俊德吴理事长还有我们的吴理事长陈青山这个理事长，以及两位副理事长，我们这个常任监事，以及各位理事监事还有总干事大家好。那今天特别报告一下，因为我们局长陪同那个我们这个交通公务局的局长他们两位一起到行政院去开会，要不然我们局长是很重视，他也一直想来开会，但是因为这个在人在行政院想要回来这边心有余力不及，但是他说他晚上一定会赶回来参加各位的参会那这个部分也特别请我跟各位致意一下那今天就由我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里监事会议。那我们这个志工协会从一开始创会开始的那个志工大队，一直到后来成立志工协会，我想历任的一个理事长都出了非常大的一个功劳尤其在我们前这个理事长陈金山荣理事长他的努力之下，我们整个一个志工的人数一直都在持续的增加，那管理顾问也都一直在增加。那到我们吴俊德理事长这边，我在想他更要发扬光大因为我刚有请他会前特别在我们行政科那边泡个茶聊一聊，聊他这个未来的这个三年这个一个志向。他也特别想说以后这个要办这个分区来办有关这个里监事会议那每一个分局都有参与另外他也特别提到这个往日都会办这个所谓的一个志工讲习，
他都在各分局啊，这个办完成，他想能够把它凝聚在一起，哦，一起到一个找一个地方，哦，一日游，然后在这个提高大家一个学习的一个性质。我想我们这个吴俊德吴理事长啊，他真的很热忱，哦，非常的有一个理想，有抱负。我们希望在我们吴理事长啊，这个领导的志工协会，哦，这三年啊，这个任期，希望让我们一个志工协会啊，能够更为茁壮，哦，发扬光大，哦，啊，为协助我们警察局，哦，做更多服务，哦，跟协助的一个事项，哦，好，那今天谢谢各位。今天的主席，我们吴俊德吴理事长，好，啊，我们的长官，我们的张副局长，与会的所有志工协会的吴理事长，然后今天是理事、监事们、会务人员，包括各工会的承办人员，大家伙伴，大家好。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啊，来参加我们吴理事长，是第六届第二次的监制联席会议，名字越来越多，啊，就非常有荣幸啊！我感觉，哎，吴理事长真的是任重道远，越来将来三年的责任就越来越重啊！那一肩扛起这个重责大任，真的非常感谢啊！然后我们相信啊，在吴理事长的带领下，协会会越来会务越来越更蓬勃、更好啊！啊，最后在这里预祝大家今天体会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各位，谢谢大家。
原来也有关系，也有关系，对对对，不好理解，来。这上，我在，你来帮我这边了，这边总干事哦，辛苦你了。谢谢。这，一珠姐。一、二、三。有啦，局长。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走，一起来来来，来一起来，来来来来。一、二、三。三次哦，二三。好，站一下，站，站站站。站 OK。好，谢谢，辛苦了。谢谢李监事当选证书及干部聘书，首先先颁发我们第六届的护理事长，见第六届，首先先颁发第六届理事顾问的当选证书，然后邀请我们吴俊德理事长就位，然后请余翠荣理事长。还有黄宏吉副理事长，来，请发声。接下来，请林龙三理事就位。
来，OK， 然后陈秋霞理事，请准备。你看我，李秀珍理事，请准备。陈秀霞理事，请准备。来，一二三，李医生理事，请准备。陈嘉云理事，请准备。树娇理事，请准备。OK。来，看这里哦，一二三 ，OK。恭喜医生，医生，来看这里哦，一二三 ，OK。加油！来看这里哦，一二三 ，OK。接下来，请我们叶慧珍常务监事，请准备。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的张副局长帮我们颁那个颁发监事部分的证当选证书。杨李香监事，请准备。好，来看这里哦。吴远贤监事，请准备。林振华监事，请准备。李香。口罩要整起来吗？口罩要整吗？好，来，谢谢。OK。好，谢谢，谢谢。真的。吴远杰。看这里哦，来，一二三 ，OK。谢谢，谢谢。看这里哦，一二三 ，OK。好，来看这里哦，一二三 ，OK。好，来看这里哦，二三 ，OK。
集中也比较害怕。口罩可以拿下。来，先看我这边啊、哦！来，一二三，在，再次啊、哦！一二三，在。OK。这样子比较。阿姨这样姐姐啊，不会，我刚才来，哎呀，吓坏了啊！一下。啊，现在目前剩下73,417块，那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就请鼓掌通过。谢谢。针对自工业务活动的需求统筹运用，请大家讨论一下。各位理监事啊，因为这样哦、啊，是我们上一届理事长啊，曾经在那时候因为是疫情的关系啊，所以有一些经费啊就有结余，啊，因为没有经过上一届的理监事啊来那个讨论。啊，通过，所以我们在这一届，我们追认啊，这88万这5万元给各分局的职工啊，请各位理监事啊，大家看你们意见啊，如果没意见，大家鼓掌通过。按由二一113年度。该次补助3万元提前讨论说明，为提升户外学习成长联谊活动，增进成员间向心力凝聚互动与经验交流，借以了解各分局志工需求，请各位讨论。关于这一案哈，我们这个在分。感觉一日游会玩到会了，哦，我虽然联络感情了啊，但每一年拢有办这个分区座谈啦。我想是咱来结合分区座谈，咱找一个吼，较风景吼，较水的所在吼，啊，咱来办这一日游，跟我们做那个志工的那个研习活动，啊，来嘛会当提升一些学习的意愿，啊，加强联络大家的感情。啊，把过了，现在志工会受苦啦。哦，伊志工，甲我嘛是无薪资、无薪水的啦。爱办，拢大家咧排班，伫各派出所、啊各分局在协勤啦。啊，所以这就机会，我们来用这个分局做人，也就这模式来用各授权给各分局、各中队，哦，伊来办这个一日游兼这个红的志工的学习的活动，啊，大家在有什么意见？
谢谢你们。是各分局自己办吗？对啊，各分局都自己办啊。我那我外问题就是讲哦，如果讲有的分局你多六多人，如果应该都是没问题的，哦，那个人数的问题应该都够。啊，你也拄啊拄了一个规矩，结果招起来拢十外个嘛，啊，这样子也是有可能。你若无搞裁员车，那个都取消了。那个就那就那关遇到那个摩托办就没办法，还是就。一塞有人枪，我回去。我是中队长哦，他承办人哦。如果真的有举办这个活动，我们那个人数就是让他们踊跃参加。哎，啊，无你人伤少这，我较歹听。无比赛听啊。你若无到两十外，十外无到载人车，两三十几个还 OK 啦。那我搞就是两个分局合办。啊，两个分局的，你那红旗无到人，你两个分局，我来，你那各中队你可以去小区啊。对啊，可以找几个分子一起办，好，应该可以。造就里监事协会费心提前讨论说明，因第六届有三十多位先聘顾问，四位先任里监事及五位里监事职务异动，提前讨论。三个顾问啊，啊，所以那就费心了嘛，是爱给做，因为我讲我咱那个做白将了，要叫咱组队去领队啊，我都不浪费的。你知道他所以他背心呢、哦、每个人都承担很多 的单位的、啊、背心其实也大堆了、啊、但是这个职务没有改变的，但是叫咱组队这里今天来请留了、啊、这个职务改变我们再拜托咱总办辞职品哈、哦、再重新定做把它给做出一点。三次在局本部召开，六个分局各召开一次提前讨论说明，恭请我们理事长跟各位说明。因为哦，咱之前哦，咱拢伫警察局遮办，啊，很多顾问都讲哦，啊，我叫人都办办远啦，拢伫台南市啦，啊，像阮伫阮台口迄边嘛，人咧
这叫人当然哈，这在一等哈，我话都不让你做就困难啊。啊，所以我要想讲，咱以前哈，以前咱有不分老辈的联席会议的，咱三辈在举办不召开，咱六合会举轮流来召开一次，啊，咱在联合会去召开，因当地哦来过户。哦，咱民办开有参与感。啊，再来，咱在每个分局召开时候，我邀请有派派到我们那个分局的承办人，啊，来邀请阿因，哦，因因工作出来对，各各所的所长，啊，各所的所长，哦，加分局长，啊，分局长来一起来参加，大家来联络感情的。啊，那刚才好个大合适的。啊，我都来因为，都本来从来无来参加恁这個。咱这参会啊，根本他参加一届了吼，第二届伊就唔得啦，因为我无实在，伊也无实在啦。对啦，伊也啊，我们长期人才，他是路人甲路人乙啦，哦，啊，所以我们来咱两分区来各召开一次吼，每天咱就讨论的。一定要委外去，还有会议的场所，啊，所以这包括，啊，大家海涵一下，看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因为毕竟我们六个分局是要委外，我们去到六个分局去办我们的那个联席会议嘛，啊，这个事情可能如果确定要这样实行，时间上、日期上可能要先把它确定下来，那大家讨论看看，好，谢谢。谢谢我们那个董理事长啊，那个有关这个我刚刚董理事长所提的问题啊，但是想跟大家这个议题如果有通过，我们会来安排这个时间的、啊。哦，当然是因为有的分局，什么新的分局，他还在改建，所以我们会排在最后面。那等他改建完，就如果有时间的也合适了哈，但是把它改建说，咱再快要办。如果若无恢复，咱也还是在当地。如果有分局，那个人不适合在他们那个分局办，咱是选择大间的迄个餐厅，咱就在用餐厅办就好啊，免得刷来刷去。嘛，你如果讲这个分局 OK， 那么是附近选择餐厅，哦，咱地方叫规划去规划，哦，咱就来移到那个餐厅用餐。啊，所以这个。但这个议题哦，咱如果平常啦无问题，咱经过监事会通过，这块后边我们来啊，来各分局吼来讨论，把这那个承办的时间呐，啊，我们也跟各分局，到时这时间会排出来，哦，从台北要到台北，啊，依序有没有把时间列出来？
那一切所在，时间出来就是各分局自己找地点，然后跟中队来配合，然后尽量就是可以说，我今天找这个餐厅，那就是比较要吃饭，啊，想到要开会，哦，尽量是用这个方式的。那就讲我在这边开会，然后大家要赶过去，啊，有人开口一点啊，无熟，哦，路透都无熟，所以是不是尽量说，就说同一个地点？哦，你就讲啊，北港你就是办亲像嘛，啊，亲像伊看有一个互咱开会所在，开山咱就吃饭。我记得好像金友会也是这样子。对对对对。金友会现在拉回来。哎，没关系，我们就是我们去做那个理事长。你也是要看那个，看餐厅嘛，餐厅要排队的。都可以了，都可以了。你这一次抽三天，顺便抽那个治安座谈会那个啦，一起抽一抽啦。不是来那个什么？哇！哦，你他的意思是要应该去开吗？没有。不是、啊，我是说这一次抽签，你就不用抽两次。哎，你就不用抽两次。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这个啊，做治安座谈会，座谈会就是他现在要让那个分局。每个分局自己办，看他们是要办。对啊，那我们之前也是抽说谁先办嘛，对吧？我们之前也是有抽先谁。我的意思是说，抽这个座谈会跟餐厅的一起抽，就是如果要分局只要抽到一号，我就是座谈会跟餐厅，我就是开会的，我就是都一号，我都。我看这里志工这回去做团队哈，这里应该是有各中队自己处理时间开出来。这三年时间都就变呀，你来就这点时间，咋啦？之前就是打个小黑啦，因为他招牌里面他摆翻，因为对了，那个会议的时间哈，一般来讲就是四月、八月、十二月，那十几个月啊，我发到公章我办，就是大概在十一月底。哦，啊，原则上就是四八十二，这个是联席会议的部分。哎，那联席会，那联席会是斗南他先主办啊，但是斗南先在海县啊，我爱啊，有签到了，
就是你叫嘛。台西我跳出来，你市长挂台西，我挂台西，你有啊？当然，台西我台西。啊，再来再来话。有人投诉支持。我到了，那是三年。我来收啦，到台西嘛，再来恁再来，哦，再来话北港，哦，我准备过去来。没有，安尼我话好咩？哦，哦，那话好咩？话得话咧道理哦，我再来北港过来。反正这顺序，啊，大家好见。好了，那录音机给了，大家把话筒给。哎，各位长官、各位伙伴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我叫高小琴，对啊，我在那个斗六派出所服务，然后是志工，对。谢谢大家。那也是我们。啊，大家啊，咱们这其他人无意见，大家鼓掌通过。谢谢。那个，因为我们这一次新的理事长、新的领监事团队，我觉得其实颁发证书，我有跟总干事讨论过了。他说，因为这样在餐厅会颁不完，可是我觉得在餐厅可能要，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我本来提议去餐厅颁，因为你要让所有的顾问、所有的志工团队知道。这一位是谁嘛？因为你有换人嘛，对不？那你既然决定在这里办，是不是等一下吃饭的时候要再介绍一下新聘任的李监事？啊，无人唔捌，唔捌伊是啥？哎，我昨去讲者，个人问我讲，啊你即马志工无来哦？你我讲无啊，我赶快做副理事长。还是有人不知道我现在的职位是什么。所以我就说，新的理事长上来，你还是要在餐厅顾问所有的顾问面前，好、去介绍你的新团队，不然人家忙你来一下，然后再来警察局各个室的主管也要知道说，哦，来新的团队有生命人，这个人是谁，好、哦，这个人，然后新的团队是有谁，然后这个人担任什么职务？本来我是提议说，聘书去餐厅发，但因为总干事的意思说，可能怕时间拖得太长。那我现在提议就是说，等一下去餐厅，理事长还是要介绍一下你的新的团队给大家认识，对呀、啊。我提议临时动议是这样。好，谢谢，那我们大家注意好。
间期啊，比较会饿了。但当年啊，我们在餐厅那时候，那个要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将我们的团队啊，一一介绍给那个各位顾问、各位长官来认识我们新的这个团队啊，就是二位一点啊，同学。10月20号，就是这个礼拜六到5月5号，大概2个星期的时间哈，在体育馆里面有办妈祖文化艺术小店。那现场有特别邀请我们的理事长，还有各位副理事长，还有6位中队长哦，能够参加了。那所以在这边顺便提醒一下哈，各位里面是有空的话都可以参加，大概有2个礼拜的时间，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谢谢。我们是把这个讯息在跑台里面请出去来对吗？来看清楚啊！啊，在到这边，这边有。来看这里哦，来1、2、3，来张三。看这边哦，来1、2、3。OK， 谢谢，谢谢小姐啊，小姐啊，谢谢。
啊，我咱叫咱人因六点半，你出来去嘛，早早。啊，我请大家恁跩护理师长大家起来。自我介绍，谢谢。我们宣传那个我们的护理师长，咱大家同乐节。长官、各位承办人员、各位职工参加，好，我是余翠荣。好，好。各位伙伴，大家好，我是副理事长，我黄宏起，来自于北港哈、哦，我咧美国人混，吼、哦，你老看美国人在咧我，我在拍摄哈，我一个那个理事长，我家的前阵子总理事长黄科长哈，欢迎大家来好，伙伴，咱那个第六届的新的伙伴，我也是新的成员。都是跟产生的，哎，因为大家未来越做越好，谢谢各位。当选黄雅琴副理事长。哎，大家好，我是那个副理事长黄雅琴，也是德六分局的中队长哦。然后希望未来的三年大家合作愉快，然后一切圆满，谢谢。当选那个林美玲副理事长。理事长，还有我们翠荣姐哈，副理事长，还有黄副理事长哈，他们最漂亮的那个刘玉的，我们警察司都好，还有我们荣誉理事长，还有科长哈，各位承办，还有我们协会的这些理事师哈，大家好，我也是新罗分局的中队长哈。因为以前没有当过中队长，所以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哈。那新的理事长的带领，我相信有新的团队就有新的风貌哈。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一届有更多元的面向哈，来为警察来做服务。那也对所有的县民哈，有更多的一个服务的机会了哈。那在这里祝大家顺心平安顺遂，谢谢谢谢。我们请我们重庆三中的理事长，这老师给你解呀。理事长，是副理事长，然后监事，协会的李监事呢，但是他问候教官，各分局的中队长承办人员，大家晚大家好。我刚刚已经介绍过了，这名字多了两个字啊。话不多说，在这里哦，预祝第六届警察志工协会的会员部，我们蒸蒸日上啊，服务的对象哦更绵密，更落入基层了、在这里非常感谢吴俊德吴理事长承担重任，再来就好好的发挥我们大家的所长，在此谢谢各位你们的参与，谢谢谢谢你们，谢谢。
个职。恭喜你当选代表，对你监事，各位中队长，还有我们的承办人员，大家午安。我姓叶，我姓叶慧珍，我住芦苇，我是也是芦苇东队的东队长。我好像是离不开警戒，我从小还没读书过来，我爸爸都跟他去警察局上班。到现在，我88年女义警正式成立，我也加入女义警当分队长，一直到现在头衔都已经一直往上。我说，哎，这头衔不是说我很在意，其实我是认为说，这头衔我上面有两只是你管理部署，其实你不担任什么职务，你都做得很好。啊，成本大，各位姐妹的爱戴啦，感谢。你们一直提拔我，感谢你们，我也希望说我们的。这一届哈、哦，是要拜托我们新的团队哈、哦，各位女监事哈，大家哈、哦，那个大家好，这么积极的哈，来将我们那个警察自动的业务哈、哦，大家顺利的推动。啊，本来哈、哦，我就要想说一些事情嘛，结果刚刚那个阿东的教授说，哎，今天哦，你话讲不要太多，时间不够，我才不会给你的，这工钱不会给你的。所以反正哦，那九点哦，就等于关门了，今天本来那个议题哈，有较侪较侪的议题要讨论提案，那颁发这证书啦，然后我想简单扼要就好了。啊，本来想要说一些事情嘛，结果就忘记了，因为这么好敷衍了哦，所以都歪了。啊，所以呢，你来看起来那全国讲的哈，啊最无实哈，这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啦，大家要把学堂提清洁了哈。啊，把医疗资源跟这自贡的那个业务也是需要各位共同的推动，但是这些业务值得而且的哈，最好把你叫起来哈，你去提供服务。
就那，就要先给你盖小了。我都说说就你快进来，但是。
党副理事长廖进凯，我们主委副理事长陈建义副理事长，我们第一委副理事长严彩芳副理事长，我们北港副理事长何汉昭，台中副理事长李光武副理事长，感谢今天我们所有的贵宾来我们现场。
参与参会嘛，啊，起来哈，后尾刚才在做些讨论哈，你给他参与了哈，啊，我们协会更加的使那个会务畅通，好吗？感谢您多位支持啦，大家欢迎我相信未来我们协会会务会越来越好，啊，再次祝福各位每位贵宾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Thank you.
接下来是我们的理事，我们的理事吴树佳理事，林秀霞理事，林秀芬理事，林昌明理事，我们的监事杨宇江理事。吴雨晴监制，我们的李大成嘉宇理事，李义珍理事，林凤华监制，
有一点就上来一点。我们很快进，太过分了。那我们接下来请高慧跟顾问准备。我们请丁家前顾问准备。
我们请陈庆山顾问准备。我台湾人去旅游去了，对啊。好，我们非常感谢哈，我们所
那接下来是我们斗六中队长黄雅琪中队长。来敬酒，我们请理事长陪我们出现场来直播敬酒。